截至目前，张艺兴还剩两个名额，大张伟还剩一个名额，邵文杰还剩两个名额。我可能会把名额留给我几个必须自己要的人。我找的这五个人是能一起创作的五个人。希望大家组成一个团队的时候，可以变成宇宙最强。真的，这个音乐给我冲击蛮大的。就是你们知道什么叫五雷轰顶吗？我当时那么真诚地问你，我说是不是给我做的？是，其实就是。他没有骗我。来，孩子，最后跟我抱一个吧。哦，在今天之前，我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会这么不舍。哎呀，怎么感觉把自己孩子交给别人？